我来想外省用走路啦，然后搁听收音机话，到耳根听的，哪行他些爱上台爱比手语啊，都哪行哪比呀、啊。上人有说一句话：“日我们不平，吃我们不富。”我想说，哎，这句话好像是在讲我一样的。为什么一直在赚钱？或者是先生来身体不好啊，你烦恼先生的身体呀、啊？去拜拜啊，去求神啊，求啊，尾啊，先生嘛无去啊，都不赚钱啊，结果嘛，赶快赚无钱，干脆卖赚好啊，来去做慈济。三人有说嘛，玩有玩的功能嘛，啊，快走快走的功能嘛，啊，我们就比较不会讲话，我们就用手语，透过手语就跟大家结缘。哎，三，好像每天都有事哈，每天好像都套炸车门套俺这里嘛。我咧跟大伟来讲，阿妈以前创啥，嗯，大家拢足无闲，我无看伊哩安尼，啊，我就喜欢做慈济呀。明明这个红包团队跟聚在一起都很快乐的，跟人结很结很多的缘的。清净无染的爱。我老婆做慈济哈，就是东家长西家短，然后就到处去玩，到后来嘛是觉得会很孤单啊。今日慈济就让我晚年不孤单啊，嗯，做到欢喜充满。